瘦肉含量高，常温可保存，不仅可烹炒炖汤，还适应于出差旅游。吃下一片，回味深长。从日本设备引到中国，做了成都火腿肠，中国最早的先创者。他赚到钱以后，竞争对手看到了，前仆后继跟着过来了。没有什么差异化，没有想到差异化，在中国都是靠复制，复制就是接着打价格战，一直把你降到你这个行业没有利润，最后成都熬不住了，他终于降价了。他一旦动价，本过不了，他就怎么做呢？减肉，因为它里面肉是它的主要核心成本，他一旦把肉一减了，侵害到客户的核心利益了，肉少了，然后品质下降了，客户流失了，客户流失紧接着反过来数量又下降，再次下降，再次降价，降价降本降本降本循环完，最后没了，天下没有降价战。西南航空它便宜的原因不是降价的，它不是降下来的，它是定价战。欢迎大家来到行动在线商学院。